好的，我是 Go。我们现在呢在热海。热海。这位是 Amber。那前一集应该会是我们从热海去出岛过一晚的 Vlog。现在是中午，我们刚从那个出岛回到热海这边。第一个行程呢就是去热海城，然后呢他要搭一个有点诡异的那个 Ropeway 上去，就是缆车。看起来很旧，有点可怕。对啊。看得像鬼屋。对啊。超怪的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来，请问了解日本的人？我不了解他们的这个文化，好吗？天哪，上海这边超美耶！后面呢，就是整个热海地区，看他们的 hotel 都是建在这个山坡上这样。这是热海城，它是1959年建的。蛮近的，算是60年代。对，应该是当时这边的观光很兴盛，他们可能想要再多造几个观光景点。哦、所以这是假的，它不是古迹。对，它是假的。哦，好奸诈哦！而且它门票很贵哦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千辛万苦坐那个 Ropeway， 然后又再走上来。我们看看门票1000，我就不想进去了。对啊。其实，在旁边的广场看风景，就已经很漂亮了。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就好了吧。真的就是真的，有味道吗？有味道，嗯，鲜鲜的，嗯，我们跑来吃中华料理，好吃。它是台湾的那种渐渐的，糖醋里脊，比外观看起来好吃。不外观我以为它会是很日本的中华料理，然后味道还蛮，我会很可以接受。对啊。又走来这个车站前的平和通。是他们的商店街，这个热海真的是一个有点像山城，它车站是在比较高的地方，然后要一路这样走下来才会到我们刚刚在的那个银座。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，先去饭店 check in， 然后看再要逛什么，或是去泡个日桂温泉也可以。不过我们的 hotel 好像也是有温泉的，没关系就随意。我好累哦，走走，就不要好烫，等一下不想了。啊，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饭店，奉劝大家来热海开个车吧。姐姐，我是个老人。对，他在做按摩椅。有按摩的地方就要按摩，有足浴的地方就要泡足浴。
很香哎，好吃哎，好吃。嗯，好香，太浮夸了。嗯。最近喜欢吃那个 pistachio 开心果，嗯，好吃哦，还蛮浓郁的，真的吗？现在咖啡很好喝，对啊，而且我知道是手冲的，嗯。后面是热海的海滩，看不到。但是像我这种被冲绳或者很漂亮海滩宠坏了，就不会想来这种海滩，不好意思。但听海的声音很舒服。海洞。我要先吃这个大豆，超大，它不是鱼板的，它是那种鱼浆的综合的，就被弄成一个饼，不是鱼板。那感觉比较好吃，嗯，比较口感。烤龙虾串，它的肉在里面，所以要把它打出来先。哦，这样肉还蛮多的，香哦。等一下，其实这个虾头里面也可以再把它清一清。怎么说？哇！嗯，这是蛮贵的，这是多少？2068。哇，2068的龙虾肉。饱了，我们想要撑哦，很撑，很好吃，海鲜很新鲜。我吃猪肉啊，奇怪，猪肉很好吃，超奇怪，很没有口福的一个人。然后回去饭店，然后晚上就可以泡汤了。我们今天来来回回在这个商店街还有银座走了大概三次，这样好累，四次了，就两趟，整个两趟。旅馆也是要爬坡，所以等一下很辛苦。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。洗好澡了，上面的露天风吕还不错，但是很小，只有一个连蓬头。遇到很多人的话，有点不能好好的洗澡。不过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大浴场啦，只是在不同层楼。大浴场里面的话是真的温泉，我刚刚看是说碳酸泉，对，就消暑疲劳。Anyway， 泡完澡就是要喝牛奶，这个叫丹娜 3.6 牛乳，他说 3.6 的意思是牛乳中的脂肪比例。偷拿，它真的很好用。
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要离开我昨天住的这个 Lake Tole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饭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很干净，还算新啦。但是因为里面没有电梯，要一直跑楼梯，对，蛮辛苦的。露天风吕，前面有画面，早上我去偷拍一下，小小的，但还蛮舒服的。主要是因为天气好，那个天台可以看下去，风景蛮美的。我觉得来热海应该就差不多这样吧，就是来这边选一间饭店，然后住一下。对，要选住的舒服的。这边很多老的饭店，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前，对，有点可怕。下次我应该会选一间可能更大的，然后有附那个早餐 buffet 的，像这间就没有。那我们就去找东西吃，觉得附近没什么好吃的，我们应该会去吃麦当劳。对，之后我们也会去开一家这边最有名的神社，日海地区最有名的神社，然后就可以回东京啦。还蛮轻松的旅程，不会太累，惬意惬意。对，就是其实一天你就可以逛完整个热海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慢慢逛。对。现在要去看那个大楠树，我穿过神社本殿旁边的一条小秘境，哇，看到了，好大哦！这边上面有做一个台子啦，大家可以走到那个伸展台那边伸展过去，然后到树的中间那边可以拍照。但是要排队，很多人。对，而且现在看起来就是还好。如果再玩一两个礼拜了，如果是秋天，应该会比较漂亮。嗯、对，但是没关系，至少我们有打卡。对，我们打卡成功。好烫的咖啡，你当啦，咖啡应该就是要烫一点。对。这神社还不错，就很漂亮，树很多，对，树很多，绿荫很多，然后那个楠树还是樟树的也是很蛮壮观的，对啊，然后还有咖啡厅，对，超棒，绿很好。特别的，就是猴鸡甲，然后有奶味跟柠檬味，感觉蛮不错的，蛮妙的。柠檬是会酸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热海车站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搭新干线回东京，结束就是大概两天一夜在热海的行程。那热海这个地方其实就是70年代的观光胜地，现在很多饭店啊就蛮老蛮旧的，也有点没落的感觉。他们这年也想要让它复兴一点，就有一些花火大会啊什么的。个人觉得呢，这个地方大概来两天一夜就差不多了啦，可以选一个不错的温泉旅馆来泡来住一下，逛一逛他们的商店街，或者去云座通吃一些海鲜啊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景点也没有到很多，大家可以在东京就是睡到饱，到中午左右你再搭新干线来过一个晚上，然后隔一天的中午或下午再回去，我觉得这样真的是非常 OK 的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推荐热海给大家，开心，谢谢 Amber 这次陪我来，谢谢，他很会规划。我们这次其实没什么规划，要看他的节目。现场，哦，这么好，谢谢。谢谢我旅伴帮我拍了很多的照片。你要出月历。Amber 说要帮我出就是年历，你要加油。我加油。好啦，我是 Go。嗨，我是 Amber， 拜拜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